不过今天的MVP，就是要来颁给我们今天哦，竹头戏曲只掉一分的我们的羊头祁隆，待会用我们最热情的台式欢迎，欢迎他吴佑哥。 来，起来一段 MVP 的舞蹈。掌声给到我们的祁隆。 精彩一场比赛，接着要欢迎我们的幸运的球迷来颁发我们的 MVP 的讲座，一起来看向前面的镜头。好的。